风，少年子弟的挥洒，一如我曾在江湖。牵挂一往昔，小巷夜雨中，我好奇的剑拔弩张，终究是挥剑难断，思念你的心挂心事在天涯。小姐，小姐，我刚从湖边经过，湖上有好多纸船飘着呢，肯定是镇上那些孩子闹着玩放的。和小姐平常折的一个样，随着湖水飘来飘去，很好看呢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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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出去一下。小姐，听着花儿，我很快回来，你不要让草儿跟来，听到没有？我不为难你，你也不要为难我。你的伤都好了，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但不知道在哪里。想去找你，但又怕给你惹麻烦。什么样的麻烦？慧平楼的长三说，你是别人的外室，虽说是外室，但也算是人妻。小蝶，我但愿是别人的外室，至少还有个名分。不是，我不是。我说过，没关系。不，有关系。现在有关系了。这几天。因为家里的事，所以走不开。
不是忘了对你的承诺。你跟我说过，什么都可以接受，什么都不在乎。绝不后悔，绝不。是我现在的家。现在的家？你以前还有过别的家？嗯，不过这里不算是真正的家。如你所说，它只是个睡觉的地方。那你为什么不要以前的家？不是我不要他，是他不要我。那是我儿子，叫宝宝。你现在该知道，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离开，为什么一定要回来。他的父亲是谁？他没有父亲，所以我不能让他再没有母亲。我明白，我比谁都明白，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有多么可怜，有多么痛苦，成长的日子有多难熬。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？过去的事，我为什么要介意？谢谢。你这句话对我非常重要。宝宝多大了？一岁半，刚学会走路。你先回去，我收拾好东西，会带着宝宝去找你。不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我知道你身手好，但是这里不安全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听我的，这样我才能安心的离开去找你。而且那两个丫头我也要安排好，我会去，一定会。有了这幅地图，你的人就能近距离地除掉孙玉博。我这儿呢，早就准备好了，万事俱备。有了这个，随时都可以行动。倒是你这边，你说了算吗？孙玉博成事不足，败事还是行的。他腾出了八个堂口，我都是派自己人补上的，你说以后我说话算不算呢？切，那感情好啊。事情办妥了，立刻通知我。
杀人的买卖你还做吗？我做的一直不就是这个买卖吗？这个人就是我要你打探的，我们安在孙玉伯身边的眼线，他就是小彭秀娘。哼，果不其然呢。怎么样，办得到吗？你不是说他不会武吗？要是动武能解决问题的话，我怎么会留他到今天呢？我可以谋划一下。好啊，开个价吧。涂大鹏，别耍宝了，这个人他还有价吗？成了事之后我会给你算账。你该在十丈外就知道屋里有人，要是遇上高手，你会来不及拔剑。是什么事让你分心呢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连普通的心事都不能说了？从你算计小何开始，或者更早以前。如果你们认定那是算计，我怎么解释都没用。若非我没有恶意，你是不可能还站在这儿跟我说话的。这种疏忽以后不要再犯，稍有不慎代价就是性命。若你有恶意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好，好极了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锋利自信，没有让我失望。你为了杀韩棠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我没能来照顾你，过来看看总是应该的。你的伤全好了？是，可以动手。你的安排是什么？我们之间只剩下这些简单的对话和往来。高老大，你的喜怒哀乐很少影响到我，你要不要省略这段表演，直接说出你的来意？老伯，对吧？我并不是要催你，只是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能杀老伯。机会？万鹏王要杀绿香川不成，栽了个跟头，但老伯也没讨到便宜，两方都重伤，所以都在暗中招兵买马，像你这样的人去投靠他，一定能得到重用。我上回潜入，连他身边都进不了。这次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了，连我都不一样了。这回又是什么身份？秦中庭，鲁东秦家的人，秦护花，二爷的远房侄子，从小跟着他手下的海客出海做生意，从来没有来过中原，所以没有人认识他。秦护花为了做生意，不但欠我的情，还一直想讨好我。我就算说你是他叔叔，他也不会否认。秦家子弟为什么要投靠老伯？因为想出名。孙府和十二飞鹏帮的争斗已经轰动武林，年轻人若是想扬名立万，就一定会在这两者之间选择。这个地图是老伯书房附近的景况，没有误差。他结识的那些人？你放心，都出海了，两三年内不会回来。我相信你会处理好。我最担心的是，你担心老伯会找到真的秦中庭，
伤心，他永远也找不到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小梦，我不会置你于险境而不管。你要是出了事，孙府会有人接应你。不论这一次成与不成，都是最后一次。这也是我要告诉你的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不论成败，我都要离开。我答应你。你是不是有了中意的人啊？不管是怎么回事，都不要让高老大知道。你不用隐瞒，这是好事啊，我为你高兴。可是这名女子，是不是值得你为她放下一切？值得，她值得。你这么说，我倒真想见见她。小姐，那是什么？一件小东西。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爹怎么了？去杭州把绿叶救回来。我爹回来了？是的。绿叶这回伤得不轻，所以老伯不让他管事，要他休息。受伤当然要休息啊。绿夫人会好好照顾她的。绿夫人失踪了。你是说？宝宝，你醒了。你看你比没有长疹子前俊秀多了。是啊，大夫开的药把小少爷调理得真好，我还在说呢。你是谁？问你话呢，你是谁？打扰姑娘清幽，在下姓高。不管姓高姓矮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快走。在下沿着湖边走来，看到这座小院如此的清丽雅致，宛如画中，心想此院的主人必定高雅不凡。眼下所见，这位姑娘果然是秀美动人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原来丫头们会舞。刚才在下还在想，居此郊野湖畔，若无护院，安全堪虑。啊，姑娘，可否告知姓名？在下择日正式拜访。让他走。姓高的，好生跟你说话，你要识趣，快走。打搅。谁说你功夫割下了？
怎么回事？问他。我看他呆坐了半天，先让他起来活动活动。他已经手下留情了。我有事要拜托你。我要再见孙子。是大姐的意思。不要去。要不我们交换。大姐让我做的事轻松简单，但是很诡异。小梦比我聪明，或许能成事。她要我去追求一个女人。那个女人住湖边，她也跟你说了，她说那个人是人间绝色，要我住口。这是干什么？你没看见吗？他要杀我！原来你还可以杀人呢，好，好极了！你我之间有如此宴，树叶分离，恩断义绝。高老大。大姐，你懂这个女人。这些年以来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如此激动失态过。原来能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，是那位美丽的蝶姑娘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罢手？这个嘛，我还没有决定。哦，对了，我去看望个蝶姑娘，她过得挺好的，没有你的陪伴，她也过得不寂寞。是不是因为有了孩子的关系啊？那个孩子我也见过了，长得呢有几分像外公，但仔细看来还有几分像绿香川呢。奇怪吧，怎么会像绿香川呢？要是像你多好啊。我在想啊，
如果多几位俊秀的侠客去拜访那位姑娘，这种平静的日子可就不多了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不但要好好招待那位蝶姑娘，而且我还要让小梦去杀了她父亲，或者让她父亲杀了小梦。狗几平，住口！这是你今天第二次直呼我器皿。你敢跟我动手？你别忘了，你的武功是我教你的，你要拿这些功夫来回报我吗？你这个畜生！别人不让我好活，我也不让他好活，这都是你教给我的。别人？我是别人吗？我说了，你已经不像个人，看招！疯了，他真的疯了。为什么会疯？我也疯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什么都别问，我也不会说。我去拿酒来。那就多拿些来，今晚不醉很难睡着。地下有灵，请你保佑我和宝宝，还有小梦。谁？这么晚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只带这些，够用吗？我没法多待。小姐，那个人会对你好吗？会真心的对你好吗？会。待在这里先别走，等我安置好了会给你捎信，如果愿意的话一起过来过日子。好，我不走，我等您的信。我已为您准备好了一匹快马，系在门外的篱笆上，过了亥时再走，路面比较清静。你怎么知道我会骑马？大少爷叫你骑马的时候，就是我在旁边伺候的，您忘了吗？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您后来一直逼着大家练习，我知道
您不想让人知道，尤其是绿叶。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，没想到却成了逃离他的依靠，真讽刺。花儿，你这份恩情我绝对不会忘记的。小姐，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小姐，您不知道，您的信任和维护，对我们下人来说，也是恩情。你的绣工越来越好了。你不该去湖边，虽说那里现在无人看管，老伯也坚决不肯认这个女儿，但他心里怎么想，想什么，没人猜得准。韩棠死了，或许其他人替了他的位置，要是让老伯知道你去过那儿，他一定会追究。谁会认出我呀？我和孙蝶的那些男人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谁能说我不是其中的一个呀？我知道了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不会。那位绿夫人的身份我已经查证清楚了，她确实是小蓬堂的堂主，万鹏王叫她秀儿。绿香川到底有多少秘密在？买卖，我同意做这笔生意。那位小蓬堂堂主就是个死人。终于来了。我说了我会来。宝宝，这就是娘跟你说过的叔叔孟叔叔。宝宝你好。我是喜马来的，他受了一点惊吓，我先哄他睡觉。我们一起哄。那个，我的屋子有点乱，宝宝他会不会不舒服啊？
刚是给小姐准备的吗？还有吗？我先喝了啊。就是为你准备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口渴啊？哎，小姐呢？跟宝宝在院里呀。走了。走了？花儿，你老实说，小姐究竟去哪儿了？告诉绿野了吗？没有，以后也不用告诉绿野了。花儿，你老实说，小姐究竟去哪儿了？她没说，我只知道，她跟一个爱护她的男人走了。你，我要告诉绿野去。魂散，你走不出这道门。你，昨晚上我在你的汤里下了3倍的迷魂药，你醒来以后一定口很渴，看到什么就喝什么。什么？你我都是小姐的丫头，应该护着小姐。小姐不爱绿叶，就不该让她困在这里，该放她自由。你疯了？给我解药。给我解药。外头凉，一会儿呢就回房去，知道吗？听不懂。我明天要出趟远门，远门有多远？需要10天。你能等我回来吗？你还回来吗？当然。我和宝宝都在这里等你。你一定要回来，而且要完好无伤的回来。知道，不问我去哪里。想问，但你不会说。你不用担心，
我不在的时候，我的兄弟会照顾你跟宝宝。你有兄弟？不是亲兄弟，但我们一起长大，比亲兄弟还要亲。他叫叶翔。叫叶翔？叶翔是一个可以托付一切的人，如果他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听他的话。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是个容易受伤的人。嗯。水缸的水我都添满了，柴火放在屋后。我天一亮就要走。你都安排好了？那你就安心的去。等我回来，我会带你们离开这里，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那里很美，与世无争，邻居们也很亲切善良，很适合宝宝成长。你真的认真想过以后的日子是吗？想过，而且想了很久。